号是 Jackie Kwa 的妈妈的生日，妈妈的名字是陈婵珍。祝福 Jackie 的妈妈美丽开心，心情保持开朗，健康愉快。这是你的孩子特别送给你的一瓶香水，送你一瓶香水，代表一朵不谢的花蕊，洒在你的身上，就好像迷人的三月。送你一瓶香水，不必等待汉堡的配味，闻一闻这油香，就不怕没有花的季节。香水那是那关怀，不要拒绝，当你轻轻地轻轻地洒在身上，就会得到友情的安慰。谢的花蕊洒在你的身上，就好像迷人的三月。送你一瓶香水，不必等待汉堡的配类，闻一闻这幽香，就不怕没有花的季节。轻轻地轻轻地洒在身上，就会得到友情的安慰。虽然是小小一瓶香水，那是要关怀，不要拒绝，当你轻轻地轻轻地洒在身上，就会得到友情的安慰。虽然是小小一瓶香水，那是要关怀。现时间是9:40，给妈妈收听哦。陈婵珍她说妈妈听了好开心哎，因为她说我妈妈最爱的就是香水，再加上她年轻的时候也很爱蔡幸娟，曾经有一度剪了和蔡幸娟当年一张专辑穿着海军装一样的发型。我妈妈听了刚才碧姐姐播的歌，她好开心哦。在这里呢，祝福陈女士生日快乐，青春永驻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走过。